去问神龙帮帮主大寿、大雁尾，大家伙儿都是去讨个彩头的吧？可不是嘛！听说林帮主那拜把子大哥也会到场，十二艘礼船给足了面子呢。哦，那这位云帮主想必在江湖上名声很好吧？我们老大爽得很，把谁都当兄弟，都是掏心窝子的好。纵然是你们这些无名小辈，也有好酒好菜招待。此番出入江湖，还是寻个好去处长长见识。听起来这神龙帮倒是个不错的。这些尸体已经冰冷，似乎死去多时了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此地危险，还是赶快疗伤要紧。记得好像有人带了金疮药。哎，有人吗？好像有人在呼救，快过去看看。等一下，我这就救你们下来。这里好像有把武器，虽然不怎么趁手，还是先拿着防身吧。多管闲事。多谢了啊！你学着点，做人就要这样爽快。若不是你婆婆妈妈的，我们怎么会被打晕掉在这里啊？好，好，好，都怪我，行了吧？我叫蓝启云，他是古明轩，谢过少侠出手相救。这袍子你拿着，就当是我们的谢礼了。你快换上，随我们杀上一场。谁在神龙帮做下此等恶事？还能是谁？便是林屠龙那好大哥，以贺寿为名偷袭屠灭兄弟帮会，动帮这手段忒是下作。苏文武帮主与云帮主关系亲厚，怎么？你走走走。阿云，你慢点儿。小的们，放箭！年纪轻轻，天生为这些不相干的人趟个浑水，怕是今天要把命送在这里了。恋战，
至此。废话少说。魏哥不知真假的迫要生擒百千活人，你知兄弟们于何地？知我于何地？知道义于何地啊？道义能当饭吃，能当刀用，能杀人，能救命，统统都是狗屁。弱肉强食才是江湖的规则。人血泡出来的长生，老子不要，你也不准要。我是对不起兄弟们，但我对得起你。你几次三番拦阻，大哥，今日恩断义绝。圣药，给我圣药！他症结发作，抓住机会。先生，
待他演过这场戏后，我要知道所有的一切。好疼！是你们？不是啊，是掌门和关先生。这里是我们准备的。多谢两位小妹妹。一个月没洗澡，真是不敢想象。哦，擦干净了。大哥哥，还是我去。那大哥哥，你要不要看书呀？我带着几大哥哥，你要选哪一本呀？我来。兰花仙、朱元、官飞跑、朱之，也有人说还有幸存者。随着里小妹妹，这里面的故事。可是这本书是小妹妹，这里是暗香呀。香水送我来，是想让谢谢你们照顾我。漫威大哥哥，我回来了。怎么着？看来见过关先生。漫威，不是不是，暗香的救命者。但是暗香的地址，我不希。那我们送你离开吧。我不喜欢大哥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喜欢暗香。人各有志，不可以勉强。哼，掌门也说了，来暗香是需要缘分的。顺着栈桥就可以走出这里了。大哥哥，再见。到底从哪里走才是出口呢？爹，娘，哪里来的哭泣声？凄凄切切的哭声。云大哥死的时候，我也是这般。那个不吃不喝跪了三天的人就是你。小女子清末，福建泉州人。因为家中所藏的西山图被恶人觊觎，惨遭横祸，家中亲人连带下人杂役共135人，一夕间只剩我与下落不明的小妹苟延残喘地活着。掌门怎么说的？前两日掌门和您在静夜寺守着那位，无人敢打扰。今天我们打算带他去找掌门，没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掌门受了伤，除了楚师傅，其他人等一概不见，也包括你。既然已经来，见过关先生。他们两个要你去一阁报上我的名号，找楚恒讨些揽月丸了。两位姐姐，你说清末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这姑娘说来也清末的地，我知道你是不愿入门的那个。我哩哩啰啰说了一大堆。你怎么看清末这件啊？时候不早了，赶快去医阁取药吧。等揽月丸到了，你也就可以离开了。请问楚恒先生，你来得不巧，只是还差两味药，艾叶和山奈，你可以在这附近采到，寻来后交给我便可。我先去配置其他的东西。接下来山奈，他就是那个瞧不起暗香的家伙。浪费掌门与关先生的心血，可恶！等他回来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
听说你对暗香很不屑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我的好恶不劳外人评价，不要操多余的心。他们两个不懂规，这是你要的。多谢你。不用谢我，喝药的人。悲回风之遥会兮，心渊结而内伤。渺远至之所及兮，连浮云之襄阳。涕泣交而凄凄兮，思不眠以至暑。中长夜之漫漫兮。身侧风道，即使以外人，不知为何，自己也留下点点清泪，随风而散。取回来了。刚才那些人，暗香的葬要快凉了，去交给清末吧。未时前赶快离开，天黑的时候。清末姑娘客气了。这个江湖中门派这么多，为什么清末？我也想清白于华山山高，若没有接二连，我至今仍记得那。我这里有一。多谢清末姐姐。好精致的帕子。这是我娘绣给娘，是我见外面的人，可是仙。清末姐哭得这样伤。这是我娘绣给娘，是我见外面的人，可是仙。清末姐哭得这样伤心，家好人远，云开雾散，此去寻常。这几个如果家，如果家，如果家，如果家好人远。你是被斩眉的？是的。哎，这不是很。反正你也要离开这里。事实上，我斩眉要是脾气上来了，别说你这孩子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快回去躺着，我可不想斩眉回来跟我发脾气。我还受得住，但是若要关先生和掌门为我闹得不愉快，我会心里不安的。这样，如果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就好了。清末姐，嘘，他们在吵架。必要时刻，清末姐，他们在吵架。清末姐姐，那我们躲在这里应该很安全。必要时刻，关先生也太……不要以为没我说过，谷内有叛，那么我也要你。你好大这，掌门切无意。反了你！是，关先生，得罪了。是一群想动他们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清末我就是死掌门拜你。我若说早觉得，哼，小心！没想到还是被漏网的小鱼啊！Thank you.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万圣阁七鬼阿蛮是易若，意欲掌控暗香，居心不良，死无可赦。动手吧。竟然打暗香的主意，老竟然打暗香的主意，规矩每一位弟不必多说，因为懂。你不过和我一样，都不是。蝼蚁之辈，我听他们说，这手帕我以血为誓，我这手帕我先替你保管着。我发誓，一定会找到你的妹妹，带她来这里看你。我以血为誓，不杀尽恶人，绝不罢手。你还好吗？我一直可是我很理解你杀之事，如果你有疑问，不妨去找一找掌门。暗香的这位所百姓，这就是掌门。如今我有个，请掌门收我。再问，请掌门收我为徒。我愿以杀之杀，以血还血。原来是你。幽闭空谷暮云高，野林悬蝉昼夜寒。老夫算的是天意，个人机缘不同，天意也分三六九等。你可要听个故事？愿闻其详。有人风流倜傥，引群芳倾慕，然而他却只求独身江湖，来去自由。有人行事毫无章法，被人嫌弃，但却最是重情重义。天下第一固然可喜，然而高处不胜寒，不是孤家寡人，胜似孤家寡人。亦有人家世倾国，却为情所困，得到一些，注定会失去另一些。有人不敢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殊不知天意就是这样有得有失。所以少侠要想做有缘人，就要敢直面未来的人生。少侠可想好了？还请先生让我知天意，明天里。